为了庆贺过节，自古以来都要吃喝玩乐。那您知道古人过的最有文化内涵的节是哪一个吗？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公元353年，这么说您可能没感觉，我如果说允和九年，您马上就会想到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允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议会稽三营至兰亭，休息是也。群贤辈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集团，引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曲水流觞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人过上世纪的文化活动。暮春之初的3月3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县安、孙卓等42人在会稽三英，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休息的习惯，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饮怀。42人中，王羲之等11人各赋的4言或5言诗一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另外有16人混迹于名士中，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隔罚酒3句乎。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即兴而作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曲水流觞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王羲之等人首创，他们只是沿袭了古代休息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士和一些富云风雅的士大夫，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予了足以闪耀中国文化史的文化情调。曲水流觞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后世士大夫们呀纷纷响应，成了中国式的古典文化沙龙。休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3月的上巳日，女巫啊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叫做蒲蜍，也叫休息。因为休息是在河边界的活动，又演绎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休息的古老巫术意识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吟诗新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了一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欢绕的小溪流里边，让它随波泛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戏日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赐宴，赐签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川画舫以助游兴。宋代的时候呀，赐宴曲江请都戏饮踏青，有这样的记载。到了元朝的时候，有水上迎香之乐。明清以后呀，理学强盛，上世纪伏羲高梅之意味日渐淡薄，逐渐演变为春游节。书圣王羲之组织的一次节日聚餐，不仅诞生了《兰亭集序》这幅天下第一行书，也让曲水流觞这一风雅习俗大放异彩。曲水流觞也因为《兰亭雅集》而名震后世，我们应该感谢王羲之、李白、苏东坡等文人雅士们，正是因为他们令功能时运仪式揭露的节日变得多姿多彩，如此才令人追思仰慕，悠然而生思古之情意。